超过人气，成了蓝营候选人最期待帮忙佛选的对象之一，纷纷邀请他到自己的选区来买菜。不过摊开行程，板桥、树林和杨梅都是蓝军北部的激战选区，希望可以靠着小键牌逆转战局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 蓝营最后吹票王牌高婉倩扫街前先来手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清晨还在桃园的市场，傍晚回到板桥继续买菜兼拜票。最好的，高票当选。红彩头，红彩头，红彩头。 小倩姐贴心打圆场拍照喊口号，来者不拒。看到朱立伦喜欢的枣子跟木瓜，阿萨里直接买回家。为什么要买枣子？好喜欢吃哦，每次全家都好爱吃。走到哪都是人，连朱立伦今晚吃什么也能吃。 话题，党中央看准高人气，推出平面广告。朱立伦的手就放在高婉倩耳朵旁，贴心为他挡鞭炮声，温情攻势大打小倩牌。那你看着这个广告，有觉得感动吗？还会撤退扫街？啊，嗯，很高兴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讲。<笑>甜蜜指数破表，但小倩姐可不是朱立伦一人专属，她还身兼蓝营新吹票王牌。从十号上午到杨梅帮忙廖正锦，傍晚回到新北拉台江蕙珍，十三号也是新北桃园。 两地跑，这些恰恰好都是蓝营激战选区。这个地方很亲切，我们一直都记得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回来这边。选前最后强打小倩姐，瞄准蓝营激战选区，早晚勤跑市场，不只要把菜带回家，把一张张选票一并带走。至于大选。